信即信尽啊，真的相信了，别的念头断掉了，心清净了啊，我还想这个想那个，不好啊。信心清净能化解一切灾难，什么灾难？自己饮食吧，啊，饮食要挑这个挑那个，都是保养身体。我现在念念求往生，我对于饮食不挑剔了，给我什么我就吃什么，给我毒药我也吃。我没有这个分别心，我只有阿弥陀心。阿弥陀心碰到毒药了，毒药也化解掉了。这是真的，境随心转呢，想境界干什么？不要想了，只想往生，不想境界。啊，那许多人说，要求我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，我说这不是我的事情，这是阿弥陀佛事情。啊，阿弥陀佛要我住几年，我就住几年。阿弥陀佛要我现在走，我就现在走。我没有意见。啊，佛做主宰啊，我们把生死都忘掉。啊，我现在住在此地，跟住在极乐世界没两样嘛。啊，这个世界一切人事物都不会干扰我，我不会因为他们起心动念。这就行了，就成就了。啊，所以学到这些东西要管用啊，落实到生活上，落实到工作，落实到处事待人接物啊。我心目当中这地球就是极乐世界，只是这个极乐世界是被一些妄想分别执着这些人呢把它搞乱了啊，稍稍整理它就恢复了。啊，随念佛人真正要到极乐世界去做佛的人，记住千万不要被这个世界一切人事物干扰，你被他干扰就错了，你就苦了，你不被他干扰你很快乐。自己要做得了主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既然都是虚妄，何必认真呢？啊，就没有认真的必要了。